住，高知府。高知府，这是巡抚衙门后堂，没有忠诚召唤，谁也不能擅入。那就叫你们郑忠诚出来。郑忠诚不在衙内，前方正在血战。今天没有军需借送你们忠诚，明天也要砍头。在里面立刻给我叫出来，不在你们立刻去找。高知府，我们可是巡抚衙门和按察使衙门的将官，凭什么听你指挥啊？凭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奉旨办差，耽误了军国大事，我立刻就可以先斩了你们。去把他立刻交出来。谁呀？忠诚大人，高府台来了，坐在二堂，说一定要见忠诚大人。你怎么跟蒋前胡说的？我没有，你怎么？你告诉他我不在。何大人，小人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他不走啊，还说要到后院来见大人。挡住！给老子挡住！谁让他进来，老子就砍谁的头！是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你看人家啊，都是搬起石头打人，咱们这个小阁老搬起石头却砸自己。要不是派来这个姓高的，怎么会扯出后面这些事情来？把老子逼得实在走投无路了。我自己请罪，把所有人都给供出来。和什么和？人通了天，我们是一条命，他们也是一条命，大不了一起砍头。啊！哎呦，祖宗，祖宗，祖宗！这个时候你可死不得啊！祖宗，祖宗，醒醒，祖宗，醒醒！高汉文就在外面呢，我不能给你请郎中，咱俩出不去啊！啊，醒醒！啊，醒，醒醒！啊！我管我，快去杀我！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可你有病你得挺着呀！你这个时候告病假，有了罪责，我可不一个人扛着。我告病假。你扛得住吗？哎呀，快去杀我！这还差不多。沈医师的这些箱子，要不要打开来看看？不能看。该送的送上去，该销毁的销毁。万不能销毁。您老给拿个主意。瞒天瞒地也不能瞒皇上，更不能瞒老祖宗。不管这四箱账册里记着什么，都应该尽快送到宫里去，把它交给老祖宗，让皇上知道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现在就要把郑必昌、何茂才抓起来。现在还不能抓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严阁老和小阁老的人。朝局现在乱成这样，二严会不会倒？皇上和老祖宗还都没有亮底牌呢，我们现在就抓人，弄到上面去，很可能就打乱了皇上和老祖宗的韬略。没想到抄家抄出这么个结果。哎，那前方的军饷怎么办？浙江的这些官员和郑必昌、何茂才这些年贪了这么多，就应该把筹募军饷的事儿压给他们。也是，想活命，他们就得自己拿刀子割自己的肉，从家里拿些军饷来。总得给朝廷一个说法吧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那就是抓高汉文先去顶罪。高汉文？什么罪名？办案不力，账目被销毁，大量赃款下落不明。
什么时候抓？现在不行。你们马上去高翰文家，让他现在就把抄没沈一石的家财送到胡部堂的大营去。我呢，把这里发生的情形连夜写份密奏，用800里急递送到宫里。等旨意下来，我们再抓人。那郑必昌、何茂才就这样放过他们？放过他们？要是连他们都可以放过的话，我大明朝就没有天理了。现在不抓他们，是逼他们把平时贪墨的钱吐出来。史书记载，数千将士就是在已经断粮数日后仍然坚守苦待，伺机杀敌。ここの花の女の子は本当に多い。ちょっと全部連れて行け。もてあすか。よし、行け。よし、よし。花の子。走，还是给奶。
杀了狗娘养的！
又见面了，属下高汉文拜见布堂大人，起来吧。军前不讲序礼了，我们赶紧谈军务吧。军务，军务都被官场误了。不堂，下面的仗无法打下去了。属下这次来真是愧对不堂，属下们有罪啊。朝务、政务、军务，一务再务，已非一日了。你来到浙江才一个多月，论罪也论不上你。是不是抄沈医师的家，没有抄出钱来呀？沈医师号称浙江首富，属下这一次抄没他的家财，居然不计一个中产之家，所有的账目竟也不翼而飞。不堂，制造局还有浙江官府，都已经是一片污泥浊水。东南局势危急，面对朝廷，面对百姓，不堂您要站出来说话呀。对朝廷、对百姓的话，我自然会说。但是我现在只想对你说几句话。逆耳刺心，你都不会在意吧？布堂大人，请赐教。第一，你不该出来当官，你的才情只一诗文风雅。第二，既然中了科举，就应该在翰林院储才撰书，不应该妄论国策。圣人的书是拿来给别人看的，拿来办事是百无一用。坐吧。第一次在驿站见到你，我不能跟你说这些话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你在浙江竟能按我当时跟你说的尽力去做，可见我们俩还是道通可谋啊。今天跟你说这些话，也就无所谓交浅言深了。尽管我知道这些话你很难听懂，或许到死的那一天你还是听不懂，但我还是要说。布堂大人一定有事要属下去做，尽管直言吧。这就是你的才情啊，你能听出弦外之音，这就够了。听我的话，军需交割之后立刻回杭州，找到朝廷派来的锦衣卫，主动请罪，请他们把你荐送京师。不堂，我可以照你的话去做，但我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。这我不能告诉你，叫你这样做，既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朝廷，也是为了我能把这个仗继续打下去。我相信布堂大人，
可属下这样做了，那些误国误民的蠹虫就该逍遥法外吗？那我就给你交个底吧，不出一个月，朝廷就会在浙江掀起大案，那些误国误民之人一个都跑不了。现在我让你主动请罪，顶多判你抄没沈医师的家财，办案不力。如果继续留在浙江，你就会卷进他们之中。布堂大人为何要这样对待属下？我身为浙之总督，对我的属下，谁有罪谁无罪，不该分个清楚吗？如果呀，我要这么主动请罪就离开了，我早就离开了。其实，你还是个有福的人呐。属下这就连夜回杭州，一定照布堂说的话去做。你要记住两条：第一，今晚我对你说的话，要永远埋在心底。第二，你在诏狱最多关上一年半载，出狱后立刻辞职，不要再当官。晚生记住了。来人，布堂大人，立刻派人通报戚将军，军队就地休整，等待后援。是。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。一个人在小院里，觉得孤单吧？杨公公有什么吩咐，请说就是。杨公公，到现在还不肯叫我一声干爹。干爹，叫了我一声，我的东西就可以给你了。我算了一下，你跟着我已经4年零3个月了。从17岁开始，今年你应该是22了吧。干爹给你找个人，后半辈子你跟他去过吧。干爹，我不要您老的东西，您老也不要逼我跟谁，让我走，我感您一辈子的恩德。那不行，这些东西是他给你的，我答应过的，我不能失信。谁？沈医师。我本就是他花钱买的，既然他要我回去，我给他做奴婢就是。恐怕这一辈子他都不会再叫你回去做奴婢了。他不再跟制造局干了？不干了，什么都不用干了，既不用受累了，也不用担惊受怕了，两手一拍走了。他是个有福的人呐。
上哪里去了？这是他留下的几句话，看看吧。侯非侯，王非王，千乘万计归邙山，狡兔死，梁公藏，我之后。一曲《广陵散》，再走带云鸟。沾上了迟早菊，沾上了宫里的事儿，除了死，他还能去哪儿？其实他不是个坏人。有你这几行眼泪，有你对他的这几句话，这些东西我就可以交给你了。他临走时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做嫁妆，他说了，你心高，这世上没几个人配得上。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，他跟我商量，让你跟一个人走。我谁的东西都不要。干爹，你和沈先生真是这样怜惜我，就让我出家吧。我好给他每天念念经，就算是我还他的债。我说了，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办到。你们叫我跟谁走？高翰文。这一去千山万水沟壑纵横，等着你的不一定都是福，还有算不到的凶险。老沈说了，这匣子里的东西可以救你的命，也可以救高汉文。别打开，实在过不去的时候把锁砸了。你们自己再好好想想，有无失散亲人可找？确实亲人都被倭寇杀了，家也被烧了的，才能留下来做军眷。有不愿意做军眷的，现在还可以去投靠亲友。就是你们自己都愿意留下来了。那好，那就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往后啊，台州卫就是你们的家了。你们也都听清楚了，还是老规矩，从左边开始，
第一个是一号，排下去是几号就是几号，谁粘着你们，谁就是你们的婆娘。军规就是父母之命，年究就是媒妁之言，这就算明媒正娶了。不许嫌弃，不许私底下调换，跟着你们后要好好过日子，都明白了吗？让他们念旧。捏着，捏完了以后叫打开，再打开。让下一个念吧。下一个吧。将军，你就是齐大柱？我是。参见齐将军。参见齐将军。起来。是条好汉，这一仗你们是头功，我要赏你，赏你的弟兄们。我们这些弟兄是自愿来的，齐将军不用赏。来不来是你的事，赏不赏是我的事。我先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带你的弟兄们留下来？我愿意留在这儿。有些兄弟他们愿意跟我留在这儿，可是就怕有些兄弟他们得回去。只要你愿意留下就行，想回去的可以回去。七号，倭寇作孽，这些女人都无家可归了，正好我的这些弟兄们也都打着单身，逼出来的办法也算是功德一件吧。都说铁打的齐家军，今天小民算是亲眼看到了。这里不是什么齐家军，记住，你也已经不是什么小民了。是。九号。点一点，看你的弟兄们有多少愿意留下来编成一队，我再给你调些老兵来，就归你管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百户长了。是，大声点。是。进了我的泰州卫兵营，一切就得按军规行事。还有，以后不许再说自己是什么齐家军。我大明的军营都是朝廷的军营，不是哪一个人的军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让你的弟兄们先在这里歇息，自会有人给他们安排吃饭编队。你先跟我去见一个人。是。等一下。嗯。您就是戚将军吧？是。你有什么事啊？我要跟这个男人替戚将军做主。你要跟哪个男人？就是将军身边这个男人。你说的是他？就是他。为什么？倭寇杀了我全家，他杀了倭寇。你要报恩？是。你怎么知道
你知道他有没有妻室啊？他有没有妻室都不要紧。你知道他愿不愿意要你啊？我跟着他就是。 你先到那边等着。禀部堂，属下把他带来了。这就是当初放过你的胡部堂，快来拜见。 小民齐大柱，拜见布堂大人。是海知县派你们来的。回布堂大人，是。这次你们立了功，是应该的。你们没有吃朝廷的军饷，谈不上应该。当初要不是布堂大人放了我们，后来要不是海知县救了我们。 那我们早已经死了几回了，现在能为朝廷出点力，当然是应该的。你们听到了吗？百姓并不知道什么是朝廷，在他们心里，朝廷就是我们这些当官的。属下明白。他们都愿意留下来吗？属下已经问过了，有些人愿意跟他留下，有些人要回去。 给他们记头功，其他的按功保举。我今晚就向兵部呈报。是。齐大柱，你虽然是官军了，但是这一次大战还是益民所为。我没有什么赏你的，就把这口剑。 送给你，大人，这可是你在兵部时就用过的剑，怎么能送人？啊，我带着他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了，不如送给他多杀几个倭寇吧。谢大人。 堂上等着您呢。刚峰兄，不能留下墨迹，我慢慢背。你用心记就是了。请讲。嘉靖39年5月，新司上市。6月。 南京苏州杭州织造坊赶制上等丝绸10万匹，全数借送内廷真公局。嘉靖39年7月，应天布政使衙门、浙江布政使衙门遵上谕，以两省税银购买上等丝绸5万匹、中等丝绸10万匹，松江上等印花棉布10万匹，借送北京工部。
已被皇上赏赐藩王官员和外藩使臣。嘉靖39年10月，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织造坊与西域商人商谈20万匹丝绸贸易，折合现银220万两。悉数借送内廷私药库。注：无需向户部入账。这些是你亲眼看到的？全都是沈医师账上记的。还有，刚峰兄一定要记住。清将，嘉靖40年2月，接司礼监转上谕，该年应天浙江所产丝绸应贸与西洋诸商，上年所产12万匹丝绸悉数封存，待今年新产丝绸凑足50万匹，所获白银着押借户部，以补亏空。3月，又接司礼监转上谕，将上年封存之12万匹丝绸特借10万匹，火速押运北京，赏誉王妃李侯家。是看海。